敲敲就没了。还有紫金方块，我没那么快好吧？紫金方块也没那么快好不好？哦，不是哦，所以它本身不会掉，是不是？好吧。欸、他这样不能敲吧，敲不掉啦，他们不能敲啦，哦、敲就爆了。哦，不是他们完全不能敲，他们冒险。他们快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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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到了！来吃水果，吃水果，吃水果。知道了，知道还会吃西瓜。不要，你们吃掉那个告示牌会没有。为公子吃饼。快去采颜色啦！去采颜色，去采颜色，采完再回来吃蛋糕。再不采，再不采要死掉了。对啊，也不采。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成功档八个 W， 整个档，感谢朋友续订。原来中间也有蛋糕吃哦，好吃哦，好吃哦。快选对，别吃蛋糕，还是可以的。啊，可以了。哎，对他们都选到了，还很饿，还有人，还有人在中间啊，不是还有人在中间呢？还有中间啊。哦，直接走就这样。哇，喷出来了，喷出来了！谁弄的？西瓜那个，西瓜爆了！这是谁啊？太多了！谁弄的？哦，吐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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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知道，不知道。赶快清地上，清地上，赶快吃，赶快吃！江东路，江东路 ，kill 啊！我 kill 了 ，kill 了！有了！注意注意注意，刚谁啊？太多了，太多，一组就好了。居然有人给他弄那么多。谁弄死谁？我电脑差点爆炸！哈基，我们刚刚成那个谁弄死你？谁？谁？你不用这么放送了，哈基没关系了。谁啊？说啊！谁？我们准备吧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他设定那个。打开看是那个，看是要看谁打指令的啊？谁抓到了？谁？赶快哦，自首无罪喽！哪个人？自首选对了，记住。哎，哈基，你可不可以教我一下那个看刚谁打指令？那好有趣，我想学。就他现在打出来这个，这两个。你说这个吗？对，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没有显示是谁？这个啦，这个是显示玩家有没有打指令的。哦、oh, ，这个是你回馈反馈，哦，就是玩家打指令的反馈，然后另一个是旁边 block， 那个是那个指令方块的。哦，第二个是那个就显示指令。对，刚刚是那个小坏坏。哦，看不到，看不到，不知道。他之前打的看不到。大富豪场一万分平安，来呀！啊，打一样，那个不赌博，我们戒赌。好，戒赌。我知道了。第三天才可以用爆弹，如果太累了，可能再限制啊。嗯。哎，如果我是国王，我要存在骨灰坛里，拜托。你不会啦，骨灰可怕。刚刚二点五分。耶！哇，压力很大哦！金钱制造 ，QQ， 金钱制造机，你只能在王座上面。不是说只有大富豪，怎么连西瓜都有了？我要删掉，我不管，我删掉。所以，哎，好酷哦！他可能是连贯的吧，就发薪水的时候就连发薪水。哦，好酷啊！谁让这垃圾啦？哎，好可怕哦！我觉得等一下会有一大堆人席卷而来。垃圾不要丢这里啊，丢村民脚下啦。对，我觉得发光很重要，我要先买技能书了。我的手按得好酸哦！我终于可以好好玩游戏了。我感动，哎，你连点充了回来，哦，你帮别人领钱了，帮别人领钱了，怎么全身满了白金哦，太多了，来了，钱太多来了，发薪刷了2000块，你也太会刷了，哇塞，对不起，而已啊，尽量刷了，刷2000啊，哎，他们有人超过10000块，哎，都刷2000块啊，他们有人超过10000块，你玩大富豪啊。你是氪几单啊？好像有人来喽，红色。嗯，是我。先买技能。是可爱的我。哈？
我怎么觉得这娘娘会说的话？小雨好了吗？这场我要玩飞舞，可以跳高一点。我真的觉得他我想要买很多很多的箱子。哎，现在还不会被炸有事。对对对，他们来喽，两个人。来了，想要玩，好，等一下，赶快去他们家。我想啊，我想啊，小雨，你快一点，我想去他们家。小雨，他们可能要放一大堆地雷在中间的桥，你们要小心。哦，现在去踩就好了。突然现在无敌啊，趁现在踩啊。好，现在无敌是吧？对，没错。现在无敌是吧。帮忙放那个换金苹果放在箱子里。来了来了，不会有人换了吗？狼来了，喵。狼来了。不是有狼，有人又玩爆破要讲哦，我们就换下一位去爆破。啊！夜爆！爆破商人啊！哦，夜爆！现在最夯的就是爆破商人，有没有？现在在他们家，我在他们家弄。我的爆破商人被他们控制了。我去控制他们家的。哦哟！就我去他们家买，我去他们家买。那个保险箱忽然就不见了。我们刚刚也是啊，要等一下。我们刚刚杰克从骨灰坛里出不来。他出现了。他从骨灰坛里出来。对啊，直接变空气了。被风吹散了，超一点，他就会忽然间重生。哎呀，蹦！被消失了。这边有别人来吗？有敌人在附近。所以我们现在是不会受伤，对不对？不会，不会受伤。尽管弄。哎，反正怎么跟我想的事情差不多。哎呀，不愧是 ATM 的啊！哎，他们有人控制我们的那个爆破兵。没关系，我已经控制他们的。就他们也在弄。大家想都一样。领满了，领满了，谢谢谢谢。就直接存那个吧。让我买，这钱是他们也在控制那个，这钱是假的吗？什么钱是假的？假没有啊，地上是假的，对啊，抬不起来。我觉得应该是那个领太多显示 bug， 对，你们刚刚那一场也有，地上有掉啊，那捡不起来吗？哎，中介证书是被拿了，我拿了，我拿了多少这？哎呦呦，等下给你，等下，我在你后面，我在你后面，来来来，都给你。有可能钱是假的吗？来来来，谢谢谢谢。一起跳，一起跳，狂炸你！我们直接在他们这边，哦，好高！哦，买到了，哦，好高！哇，抢到票了！耶，我抢到 TNT 的木那个。哎，我找到路了，炸到路了！哎，对，不知道谁挖了路。原来你在控制啊，可以控制那么远啊？可以啊，只要我点到之后，就可以一直跟他交易啊。啊、你放手一下，换我。等一下，我还没买完，我还有很多、哦。原来你还在买、啊。等你买完跟我讲，等你买完再说。好好，等我。啊，你尽量。还没。这里。那种堡垒一直在刷分啊。他们在炸堡垒吧？哇，那我没办法。他们非常有可能会想要用刷分方式刷到结束。巧克力换你了。好，因为我点到。哦，领钱！他们是用手榴弹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他们应该是用 TNT 吧，因为堡垒 TNT 其实放的好，可以很快。拜拜。哦，对，也是啦。啊，手榴弹还要等一下。哎，你好，讲好换我。啊，我有很多牌，等一下。要无缝接轨才行。我全身都是钱。他很像在领号码牌。啊，这个公务员。工作很慢啊，他效率不够啊，效率不够快啊。他们有人要叠上去炸直升机耶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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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们只想赚分。我觉得天桥剑直接干扰直升机有没有？直接射上去。对，一直射一直射。嗯，干扰他的路。好，我先把地雷拆一拆。哎呦，环星准备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没了。一二三，放。他们在附魔。好嘞哥，附魔吗？我去找附魔室，我去。哇塞！啊，太多了。小雨小心哦，有点小心经验。对啊，我觉得我们要赶快有人用天桥剑了，不然这个直升机刷下去太恐怖了。啊，可是现在天桥剑没有用，那怎么办啊？他们只能默默一直炸呀！哇塞，就上去干扰而已啊。嗯，我下去挖石头。用弓箭射它有效吗？不是说没用吗？我觉得要结束了，就可以给他伤害啊，让他弹掉下来。不太确定呢、欸，现在是天桥剑没有用啊，这种功能键没有用。我觉得游戏要结束了。
快了就快了。哎，哦，欸，箱子可以被炸掉吗？还是它一样可以？哦，也是可以。好吧，我决定了，我不要正常玩，我要做我想做的事情，我要在地板上放满箱子。嗯，我觉得这场会结束的很快。哦，太快了！有没有办法干扰？完全没办法吗？我等一下挖上去看看。哎，国王受到伤害。哇塞，他直接把我们的商店的路直接弄断哎。对啊，凶巴巴。一定要鹅卵石之类的。他是狂炸帐篷，还有、哦、没了。对，我觉得你们换到 TNT 要不要去炸那个？炸一下。啊！有，我们有人在炸。我在炸。不要啊！孩子，别啊！我的装备直接被炸烂了。很难的，很难。哎，我的装备也没了。哈哈。嘿，堡垒这边也放了。而且垫脚石不够。嗯。哦，他们一直拆上面的路啊！他要去直升机啊！他要去直升机啊！我看到了。没关系，再130秒，撑下去。我攻了。可以。太牛了！家里也可以狂买那个箱子啊，有没有？因为箱子就是也算一个垫脚物，可以直接垫。买箱子垫脚。好奢侈的垫脚物，但箱子不能叠箱子上面啊。可以啊，跟箱子叠。这句话。嗯，跳起来马上说服你。拜拜。嗯。哎，这边的箱子没有说、啊哦，你怎么把它打下来的？啊，你说我没有把它挖下来的，我用挖的。哦，多么厉害！嗯，用挖的。好，给你。好，跳。哦，哎，他那个堡垒，这个、堡垒不行 啊，这堡垒太容易了。对，堡垒狂炸、啊，那堡垒洗太快了。哇，堡垒真的很会洗，夸张。我要狂炸，在我们家放地雷啦。那堡垒狂炸、啊，哇！现在还够，现在还够哎，有人用雪球，你这个犯规。谁？有一个 David， 你不能用雪球，你不能用雪球 ，David。直接把天崩掉，违反规则的。崩掉，哎呀，好烫。我有权限吗？我看一下。你有权限，我们都有。哦。我先把它挖下来了。应该是你吧？对，是你。拜拜啦。还在用那个，哇，走开！我尽量把它弄掉了。好，我拿了一些垫脚石，我爹、嗯。来啊！啊，我、哦欸、摔还是会疼。没事，不行，还在上面啊。好，我想办法上去。时间要到了哦。哦，不要！表面很多地雷哦。刚好我踩过，我再去引爆好不好？好，找一下地雷在哪里？地雷在哪里？上面的那个，我上面那个还没掉是不是？我上去弄它，有快剩时间快到了，这招我觉得还不错，可以了，他下来了 ，OK， 巧克力，就给你，啊，我先把那里天桥一下，想跑啊，回来，你等来，啊，武器好，谢谢，赚了。还是你要如法炮制吗？我刚本来也是这样想，只有刚刚买一大堆 TNT。可以，没问题。啊，有原来这有地雷哦！我要找那么久找不到。嗯。我来堵住他们过来的路。哎，啊，有办法。不给。啊，丢不上去。哦，他用漂浮剑，我飞起来了！你飞起来，起飞啦！好久、哦，我还只有一秒。哎呀！哦，原来是有地雷。地雷，他请我飞上来了，这还蛮不错的。哪里有地雷啊？哦，这里。啊，我飞起来了！怎么好多绿宝石？可以复马弓。哦耶！这个烂炮兵。哇塞！烂炮兵。哎呦！我要把有地雷的地方都挖一个空。啊！我飞起来了。没有，我直接露手拿引爆就好了。我来，让我飞上去。我来了。可以，没问题。用天桥剑很难射到人。没关系。现在好像很 OK 哦。
小雨你的装备怎么都没穿？啊，忘记了。呵是忘记啊。不要别那么赤裸啊。家里有人哦，家里有人，家里有人啊，家里有人啊。嗨，我剩两滴血，不要打我。我砍他，我砍他，砍他，小心爆哦。没事，没爆，没爆，没爆。他没拿东西。你真的是来扫雷的。还有哪里、啊哦？小雨，你要用吗？这里。哎呦，你有肯定用。好可怕，放爆炸！好，拍谁？我扫雷的。哦，再来看我，再来看。还有哪里呀、啊？挺条件很好用哎、欸。小雨，你还要弄那东西吗？哎、嗯，我吗？对，今天开热其实是为了推广挺条件。我、嗯，好换这个。我先等一下。冰冻剑，他们在我们直升机那边哦。啊！直升机需要有人弄他。好好好，我马上出门。就刚他们没事。直升机需要有人弄他。直升机，直升机。我来保护家里安全。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。哎，射过头了。哇！中了，中了，中了。啊！天桥补，马上天桥补。这里有雷吗？好像没有。没有，没有，这里没雷。OK。嗯，这样陷阱箱怎么做的啊？啊？陷阱箱有陷阱箱吗？就说可以，陷阱箱可以狂放啊！哎、欸，不要射我，我只是想放箱子。哦，好了了，我了。哎、欸，对方的国王怎么？嗯，死掉了。对啊。嗯。他被地雷炸死了。他被地雷炸死了。超过地雷。好。啊。嗯。我死了。嗯，好哦。哎、欸，冰冻剑。技能书。哎、欸，怎么那么快？那么快就可以动了？烂冰洞。哎、欸，有人在挖，我妈咪挖。有人在挖我们家，不知道干嘛。嗯，这缓速一点用都没有啊。伤害。边桥。我们对直升机又有那个刚的石头，石头消掉了。啊，石头消掉了。嗯。哇，他们还……哎、欸，我被打，我被打。他弓好痛哦。伤害剑好贵哦。他咆哮我，贵啊，超贵的，咆哮我，